不是被打就是挨骂。吴婉君在本土剧中饰演渣男陈志强的前妻吴嘉文，发圣光的她却到处被欺负，成为剧中坏女人的共同敌人。没想到还被不明人士推下楼。我看人啊。 正当吴嘉文下落不明时，新角色镇头官将手 Coco 登场，竟然长得跟他一模一样。其实吴婉君一人饰演两脚画着脸谱穿梭在庙会，但背后有不为人知的辛苦。这一次要挑战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挣扎，因为我是真的害怕，怕的其实不只是关将手，就是整个宫庙文化那种，包括镇头啊、八家将，还有很大尊的那个神像，那个是我从小到大都很恐惧跟抗拒的东西。 虽然剧组有找替身，但吴婉君克服恐惧，决定亲自上阵。这次饰演的 Coco 个性见义勇为，惩治恶人。初次见面就给郑浩下马威，不过长相一样的 Coco 和嘉文两人的关系也让人好奇。三十秒报道。